栈道上走嘛，就看见熊嘛。昨天还不止一只，昨天是两只。熊猫本来就是山里面设了竹子以后，它必须下到河里面喝水。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就在河道里面。熊猫呢也挺精神的，七八年前吧，见了人呢还害怕，一溜就跑了。现在好像见个人，熊猫没有那种对人很陌生的那种感觉。